家好，我是李学义，来自民众华小二 J 班。今天我要做的爱心餐是爱心天使套餐，我要把它送给校长和老师们。调味料有蜜糖、料酒、蚝油、麻油和酱油，还有还没煮的鸡翅膀。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放进冰箱4个小时，然后就可以放入烤箱啦。预热烤箱10分钟，然后210度。那么我们现在把鸡腿放入汤锅里，然后再放入药材汤包，放入调味料，然后煮1个小时就可以了。1个小时后鸡汤好了，现在我要包饭了。洗了米开店煮饭，然后创烫西兰花。现在把芦笋切成条状，油，放入鲜虾，清炒鲜虾，加入芦笋，加入调味料，翻炒多次就可以了。现在开始摆盘了，将所有食物摆成爱心天使的样子。就这样大功告成啦。这是爱心鸡汤，因为校长和老师们常常熬夜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喝了鸡汤可以提神补气。这是爱心天使，这是我要送给校长和老师们的，感谢你们像天使一样呵护我们、爱我们、为教育付出，谢谢你们，祝你们教师节快乐。